挑战用二十倍镜 M300 赚80万撤离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金希，写下挑战书，解锁暗区手册。本期挑战内容是用二十倍镜 M300 六套赚80万撤离。该说不说，这小伙真会玩，给左轮装二十倍镜。谁让你的挑战书呼声最高呢？我照单全收，直接改一把满配 M300， 再配一身普通六套。结果第一把素材忘了录屏，没能录到我飒爽的英姿。话说就在刚才，我打开了后期制作室的走廊门，隐约间第七感告诉我有杀气，不出所料，心动走进去探点，谁知道门旁边就蹲着一个老六，直接就给心动扬了。还好我反应快，直接一个战神起跳，一发左轮命中对方脑壳，但还没来及捡装备，附近另一支队伍向我这边狂奔，我只捡了一把狗杂就溜了。不过最后两分钟在撤离点，我还是留下了那两个准备撤离的小伙伴。哎，可惜呀，没录屏啊，兄弟们，无奈破例开第二局。开局我们刷新到了布景区，火速冲向二楼剪辑室摸电宝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摸了个寂寞。这时候心动那边已经遭遇了一队玩家，应该是二楼电梯出生点的，可能大家都想快点让这位兄弟解锁手册。心动竟然直接用脚去踩手雷，直接下线偷懒去了。我这素材还不够，还得撑一会儿再嘎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二号团子着急上厕所，直接用脸去接人家子弹。我一看这两兄弟都这么着急，那我就献丑了，正好鼻子有点痒，直接用鼻子接 M4 的子弹。恭喜这位兄弟成功解锁手册，来吧，下个挑战素材我肯定不会忘记录屏，赶紧写下你们的挑战书吧。